2023年6月3日，哆啦 A 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在上海南京东路百联 GX 举办路演和快闪活动，在二楼印象岩铺位已经更新成了哆啦 A 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主题。哆啦 A 梦的任意门是可以打开的，里面有个秘密空间。看到飞船方向盘旁边的按钮了吗？按一下按钮，电影预告片开始播放。哆啦 A 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和匡威合作了联名款衣服，非常海岛风情呢，还可以入手哆啦 A 梦周边杯子，特别受欢迎，组一套徽章挂件和帆布袋吗？在现实的路演活动中，哆啦 A 梦亲临啊，它好可爱。幸运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还获得了跟哆啦 A 梦合影的机会。哆啦 A 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快闪店，上海百联 GX 创趣场二楼印象岩，即日起到6月22日。